对不起，粉粉们，以后这个号可能再也不会更新了，因为我出车祸了。这个视频可能就是我最后的告别了。想什么呢你？今天可是愚人节。不过我特别疑惑，为什么我出了车祸，我本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今天登上抖音，本来想看看蛋仔里又出什么好玩的东西了，可没想到搜索里面的第一条，蛋仔灰灰出车祸啊！不是，我啥时候出车祸了？我自己咋不知道？一个个说的言之凿凿的，以为我不知道今天是愚人节？要不是我身体没问题，我还真以为……啪嚓一下，被那大货车撞得呜呜起飞。这下真出车祸了。哎，有了！嘿嘿，这蛋搭子这么好骗吗？新包，你真是一点都不知道愚人节的威力啊！好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影帝级别的表演。我来！灰灰，灰灰，你怎么了呀？灰灰，你别吓我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你这倒是走得干脆利落，留下一个孤家寡蛋，还得给你处理氮气。哎，我先看看蛋仔岛最近的在哪，一条龙服务，888，买了。处理完了之后，最后把你扔进海里，就当镇海造陆了。我突然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子，那个后续服务应该就不用了吧？哈，真不装了，还出车祸？今天可是愚人节，你这理由能不能找得现实一点？啊，你既然知道我在开玩笑，那你咋还过来了？愚人节的意义不就是互相捉弄吗？只要玩笑不过分，那我配合你演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行吧，能找到你这样的蛋搭子，我真的是……先别在这感动，以后我们多玩玩乐园就行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你最近有找到什么好玩的乐园图吗？说起这个，我可就不困了啊！来，进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辛巴，这个图怎么这么熟悉呢？熟悉，熟悉就对了。整蛊蛋搭子成功，醒醒，愚人节加一分。